第一次来到酒厂的朋友，你要猜一个东西，猜什么呢？来，注意看一下，旁边这边很多酒桶，对不对？那么猜一下酒桶里面有没有酒呢？非常好，可以注意看，桶那边很多数字，对不对？对。有没有看到比较熟悉的数字啊？对哈、哦，来，2008，大家一定最认识它。那上面晒的是27，代表是2008年12月17号所装桶的。那后面这三号码，你们知道它代表什么意思啊？非常好，桶子的编号哈、哦，这一桶是21桶，这一桶是23桶，所以桶子里面当然都有酒哈、哦。那有兴趣的没有？来，等一下注意看哦。23桶这边，我们看到一条黑黑的地方，记得只有23桶这一桶才有，其他你怎么搓怎么摸都闻不到哈，因为只有那一桶裂掉了。可是来注意把它看一下，每一个桶子它起来好像都很旧哦。你们就是我们机车没有钱，他买不起新的。之前有帮。当它过桶子的外观之后，来注意看一下我手上这一只，它会产生很多杂质，那些不好的东西，那些东西就被这里面的碳层所吸收。所以我们看到酒，喝到酒都是进去的，完全没有任何杂质的。所以来，现在我们先把木头穿越一下。来，可以摸吼，可以闻，可以舔，可以咬，都没有关系。来，那简单介绍过木头之后，来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。来，为什么要看这个黑板？是因为哇，市面上 whisky 的种类吼很多，价格不一样，是为什么？主要是贵。原料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不会喝酒没有关系哦，至少要知道 whisky 的种类，它主要是原料来区分，分为麦芽做的 whisky， 还有谷物做的。麦芽做的分为单一麦芽，还有杂合麦芽。单一麦芽很简单哦，在生产的时候，它只选用一种大麦，一开始到最后装瓶的动作，都只在同一个厂区里面做生产哦。就跟我们金车格马威士忌一样，都只在这个厂区里面做生产。那种酒呢，做出来最浓郁、最香醇。不过它有个缺点，它价格会比较贵一点点。再呢，就是第二种酒叫做调和麦威士忌，我称为纯麦威士忌。那这种酒呢，一样很简单哦，是利用很多家单一麦的酒厂哦，碳化酒，然后混合在一起，做出这种风味跟口感。那市面上有一支酒，大概非常的熟悉，有没有听过一个人走路啊？有。大家非常的熟悉，很多种颜色，对不对？记得。绿色的那一只哦，只有绿色的那一只哦，它属于调和麦威士忌，我称为纯麦威士忌。再来呢，就是第三种酒叫做谷物威士忌哦。为什么会有谷物威士忌呢？因为大部分的人认为说 whisky 是只有大麦可以拿来做酒的，其实不是哦，只要是谷物类的，像拿来做调酒的基酒，所以就出现了第四种酒叫做调和威士忌。顾名思义呢，就是取麦类的酒香还有谷物的皮，我们加在一起哦，做出这种风味跟口感。那刚刚有提到一个人走路，记得蓝色、黑色还有红色，它就是调和威士忌哦。那简单介绍过原料之后，有没有知道为什么金车要选在宜兰建酒厂呢？非常的重要，做酒不外乎空气、原料、水这三个缺一不可。那 whisky 是高级的东西哦，所以等一下记得到我们市区品酒的时候，拿到酒杯第一个动作，记得千万不是加水，更不是把我们台湾人的精神给拿出来。那台湾的精神是什么？大家都知道哈，所以等一下记得要收起来。我们那边的小姐呢，就会跟各位分享一下哦。国际品酒大师，他们在品酒是怎样的三大步骤？我们是不是常常都在电视机上面看到一个很帅的外国人，比我差一点点哦，他的酒杯上面压下去，我们知道他在做什么？非常的好，所以等一下记得哦，我们就跟着小姐的动作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么现在赶快把握机会，起身摸一下23桶之后，再跟着我到后面参观一下我们的酒厂。那离开之前，记得我的那一只要还给我哦。来，把握机会哦，只有23桶这边才有哦。我们看到
里面都是这样子黑黑的一层哦，有看到？可是我们注意看哦，这一个看起来非常厚，对不对？可是再看一下这一片，哎，那怎么那么薄啊？差那么多哦，有看到？因为呢，酒灌进去再取出来，那它木桶里面物质慢慢的被酒给吸干了哈、哦。怎么呢？会去评断它木桶物质减少哈、哦，会把它这里面的碳层给刮掉，再烧烤过哈、哦。所以一个桶子可以使用的次数，差不多就是这个碳层刮掉3到5次。那在台湾的话，平均可以使用30年到40年。所以一个桶子呢，它都是有使用的寿命哦。那现在木头种类哈，也分为美国的白橡木，还有欧洲的产品橡木。种类不一样呢，哎，里面所富含的物质相对也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在烧烤的时候，就会依照它木头的物质去做一个选择性的烧烤。所以不管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，都会经过碳烤去烧烤。所以来简单看过桶子内部，来跟着我到电视机边集合一下哦。来，这边稍微集合一下。装的是雪莉酒，雪莉酒呢，它是西班牙的葡萄酒一种。那边呢，它是花香味，而且酒的颜色非常的深哦，类似暗红色。可是呢，我们那种就非常的不一样哦。我们 whisky 装下去之后，熟成出来的酒颜色。